是2012级艺术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毕业生潘月。我是艺术学院音乐系一二级学生高畅。我是机械工程学院06级工业设计专业的毕业生。时光荏苒，大学四年的时光稍纵即逝，在老师悉心的指导下，我的专业水平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。在第九届黑龙江省音乐大赛比赛中，我获得了一等奖的优秀成绩。在这里，我遇到了学员画室最优秀的石油教师，为我们奉献着他自己的画放。以410分考研成绩，成功的完成了我想作为一名大学教师的梦想。在这里呢，我参加了多姿多彩的文艺活动，同时也参加了各种国家级、省级的比赛。在老师的专业指导下，多次获得了优异的成绩。哈尔滨石油学院教会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坚持不放弃。我最喜欢的地方呢是图书馆，因为我校的图书馆面积最大，藏书最多，环境最好。在书的世界里翱翔，在知识的海洋，能够让我想起大学四年的点点滴滴。我最喜欢大学生活动中心，因为那里有许多运动器材，可以使我的课余生活丰富多彩。在这里有大量精密的仪器供我们使用、创新与研究。时光荏苒，大学四年的时光稍纵即逝。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实习的宝贵经验，它让我在短短的四年时光里学会了如何坚持梦想、破茧成蝶。心有多大，天就有多高，只有坚持才有可能。这里是培养全世界能源先驱者的摇篮。我们的学校注重培养我们动手和实践的能力，我们的课程设置的十分丰富，让我们学到了更新奇的知识。感谢我们的辅导员徐静宇，也要感谢哈尔滨石油学院。在这里我要向老师道一声谢谢，感谢母校的培养与支持。目前我就读于圣彼得堡国立师范大学，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。感恩母校，感谢老师，感恩同学。我祝愿我的母校能够披荆斩棘，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，蓬勃发展，永驻辉煌，更加美好，办越好，越办越辉煌，桃李满天下。让我们怀揣梦想从这里起航，他日成功必将垂青于这一方富足的土地。